你要干什么？煮米饭。住手！煮米饭煮熟了，看你怎么否认。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。宗姬，您的脸色好难看啊！闭嘴，你吵着本宗姬了。快看，是少英大人。六，好，好，七，好，宗姬。八，好。大胆，见到本宗姬还不行礼？宗姬，不必多礼了。臣惶恐，不劳宗姬担心。少大人一会儿有空吗？本宗姬想跟你谈谈。不好意思，臣要练兵。不知本宗姬能否向将军见少大人一会儿？啊，臣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别跑！站住！本宗姬让你站住。就知道你逃不出本宗姬的手掌心。哼！啊，少大人，少庸，少庸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少庸，少庸，大人，你怎么样了？少庸，都别吵了。哎呀，糟糕，少庸中暑晕过去了。中暑？这天气，你蒙我呢？臣不敢。宗姬若是不放心，可去我们的住处一探究竟。只是臣等都是糙老爷们儿，房间里脏乱差。恐冲撞了宗姬的贵体。哎，行了行了行行，废话那么多，还不把少大人抬回去？诺。我告诉你啊，少大人敢有半点差池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诺。来，慢点。来。哦，他在里面。宗姬没有跟过来。哦，那就好。少大人啊，您感觉如何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辛苦您了。宗姬如果问起来，还需要您帮我多多掩饰掩饰。啊，多谢少大人。啊，那既然少大人身体无恙，我就先走了。您慢走。哎，都退下吧。诺。诺。说吧，为什么装病？你不都看到了吗？还问？这就奇怪了。当初你英雄救美，宗姬对你一见钟情，怎么现在跟仇人似的？宗姬身份高贵，高攀不起。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若是宗姬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能瞒一时就试一试吧。反正，我宁愿装病被罚，也不想和他有半点瓜葛了。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本宗姬就不信你宁愿背着不孝的罪名，也要违反你母亲的意愿。来人，宗姬有什么事？把镐京城内所有的金牌媒人都给本宗姬找来。诺。哼。宗姬，这位是顾大娘，城南孙家的老姑娘，就是她给说出去的。夫家是临城首屈一指的富户。不行，看着太凶悍了，要是吓着少庸母亲怎么办？换一个。宗姬，这位是妙娘子，李大人家那个傻儿子的媳妇儿，身家清白，长得还漂亮，就是她给说出去的。你怎么不说李大人给那家姑娘下了多少聘礼，做了多少承诺，才把姑娘娶回家的？妙娘子，哗众取宠罢了。再换一个。宗姬真是挑剔呀。哎呦，是啊，春妮姑娘，宗姬她这么挑剔，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媒人啊？就是就是，再说了，王亲贵族的婚事都是由宫中做主的，就是让我们来做什么？来人，这些是宗姬准备的谢礼，
无论是谁，只要把这门亲事说成，这些就都归他了。那也不知宗姬相中的是哪家的公子啊？邵大娘家的儿子，邵家的独子，现任宫中侍卫的邵雍大人。哎，终于到了休沐的日子了，这段时间可把我累死了。哎，你们打算去哪儿放松放松啊？我呀，先回去看我的大胖儿子，有段时间没见了，还不知道认不认得我这个爹啊。哎呦，你就好了，可以回去看儿子陪老婆，我就惨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爹给我介绍了门亲事，这不要我趁着休沐的日子回去相看相看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少雍，那你呢？我呀，我这几天还想去各位那儿躲躲呢。啊，这不太方便吧？对呀，我还准备去临城玩呢。哎呀，要么你就回去和你娘好好商量一下不就结了？你总这么躲来躲去的也不是个办法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是啊，就是他呀，少公子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，我走了。少雍，少雍，少公子，你好事啊，这是。少雍，少雍，不要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好啊，少雍，别走啊，少公子。这怎么了？有人逃婚呢，看你不像。哎，快闪开，又回来了。好啊，少公子。放下，干什么呀你？会不会走路啊？你好啊。大娘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脚啊！宗姬，您都走了一个时辰了，歇歇吧。回禀宗姬，怎么样了？没人在街上追堵邵大人，但是给他跑了。废物！这么多人，连个邵雍都抓不住，还吹嘘是金牌媒人。还有你们，没用的东西，不是让你们看住的吗？怎么就给跑掉了？这。还杵着这干嘛？还不快去追！诺，诺。等等，宗姬，吞吞吐吐干嘛呀？还不快说！来人！诺。在下无意冒犯各位，只是不想与宗姬有再多的瓜葛，请各位回去之后转告宗姬，让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，要不然机关可不会像今天这样简单就算了的。要是伤到了各位，或者伤到了宗姬的贵体，那就恕在下冒犯了。邵大人，误会了，我等并非是宗姬的人，我等是将军府上的。将军请大人过府一叙，谁知竟会发生如此误会。将军府？是。皓月将军？正是。失礼失礼，恕邵雍眼拙，冒犯了各位。无碍，邵大人，请吧。将军已经恭候多时了，走。邵雍大人，将军在里面等候多时了，请。好。你们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邵大人，这么巧又见面了。是你，你又设计来骗我。你先别急着骂我嘛，更无耻的还在后面呢。稍安勿躁啊，带走。你干什么？煮米饭啊！等米饭煮熟了，看你怎么否认。这样。放开我！
宗姬，你为什么放走邵大人啊？这什么破地方啊！啊，这么硬的床榻，还有这沙，动不动就掉下来了。本宫堂堂一介宗姬，洞房花烛夜是要最完美无缺的，知道吗？你放走了他，怎么生米煮成熟饭啊？本宫相信，他一定会自愿回到我身边的。